首先，让我们来学习一下热身活动。头部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手腕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拉筋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腰部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膝盖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脚踝，左脚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右脚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起立。让我们首先复习上节课所学内容，基本手型与步型。手型：拳、掌、勾；步型：马步、起、弓步、起、二、起、虎步、二、起、蟹步、起、二、起、虚步、起、二、收。接下来我们学习武术基本的第二节，柔韧性与屈伸性推法。首先，我给大家展示一遍正压腿，左侧左正压，右正压，左侧压，右侧压。直排性腿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正压腿，左侧左正压，右正压，左侧压，右侧压。正压腿分解，左
左脚与正前方跨一步，脚后跟点地，双手十字相扣，往上撑起，下，双手抱住左脚脚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起，右脚往前跨一小步，脚后跟点地，双手十字相扣，往上撑起，下，双手抱住右脚脚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起，左侧压分点，左脚往左侧跨一步，脚后跟点地，右腿屈膝，身体保持侧立，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起，右侧压，右腿与右侧跨一步，脚后跟点地，身体左腿屈膝，身体保持侧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起。直排性腿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正踢腿分解动作，左手踢右手的同时，右脚跨立于右侧，双手撑开的同时，头摆向右边，双手调整的同时，左脚收于右脚并立，头摆向正前方，一、二。接下来我们展示一下侧面动作，正踢腿要求三直一勾，三直腿直腰直胳膊直，一勾就是脚尖要勾，正踢腿，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放。盘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盘腿，盘腿的过程中，腰要挺直，力打脚尖，脚面绷直。接下来我们学习盘腿的分解动作，双手抱拳放腰间，提左膝，一、二，提右膝，一、收，提左膝，一、提右膝，二。盘腿的侧面动作，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收。抬脚的基本要求是腰要挺直，提膝盘腿的同时
手要伸出，拍住脚面，下压回收。接下来我们学习抬脚的分解动作，双手抱拳放于腰间，左脚脚尖点地，再提右膝弹腿的同时，手伸出拍住脚面，下压回收。接下来学习抬脚的侧面动作，双手抱拳放于腰间，左脚往前跨一小步，脚尖点地，在提右膝弹腿的同时，右手撑出拍住脚面，下压回收。接下来我们学习踩脚的连贯性动作，踩脚二起脚的动作要求是提左膝的同时绷住脚面，右腿屈膝，在跳跃的同时用右手击住右脚脚面，下压回收。接下来我们学习二起脚的分解动作，双手抱拳放于腰间，提左膝，脚面绷直，右腿屈膝，在跳跃的同时右手拍住右脚，下压回收。接下来我们展示一下二起脚的侧面动作，双手抱拳放于腰间，左脚提左膝，脚面绷直，右腿屈膝，在跳跃的同时用右手拍住右脚脚面，下压回收。接下来我们学习二起脚的连贯性动作，二起脚连贯性的侧面动作，二起脚，备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收。第二节课我们就学到这儿，课下我们自主复习，敬礼。